在嘴里的蜜糖，翩翩起舞，窗帘被微风吹动，光影在地上游戏，看来是小迷路叫醒爱了。我起身泡了杯热可可咖啡，搜寻装在马克杯里，十月的天就是冰的，双手怎么样也不肯离开悲伤，没关系坐一下，时间只想停留在三点。我望着墙上的花发白，此时有只蝴蝶飞了进来，停在了右上角，可是奇怪花上有没有花，它怎么不肯飞走，算了没关系，陪我一起停在三点钟。折射的光影留在花上好美，似乎拍成了一部微电影，可冷掉了耶，蝴蝶怎么飞走了。